干什么？你不是没喝吗？怎么晕了？干什么？头晕。你不会不舒服吧？我扶你过去。抱歉了。你别扎啊！你发烧了，现在是高烧39度，估计是跟安传染了。我给你贴了这个，以后舒服点。药在这儿，你一会儿记得吃。但是你晚上也没吃什么东西啊，空腹吃了药会不舒服啊。跟你说了你也听不见。山娘，山娘，你醒醒，我给你弄点绿豆汤，你喝点儿。我不喜欢甜的。我爱吃甜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绿豆汤里面呢，我没有放糖，但这个真的是治疗发烧最好的良药。小时候我都喝这个，不用吃药的。你听话嘛。喂啊。干嘛？手脏。大哥，我洗了，我刚刚洗了三遍。你快点！我告诉你要配合。我现在呢，再给你物理降温，这样你会舒服很多。谢谢你啊。这世界很酷。